也算是后场少数亮点之一啊。篮底下科拉锁住了麻辣火锅。小胡提到的护框能力，现在看到了一个受伤开局了，但是现在赛季打了四分之一回来，其实还算蛮及时的。哦，球被抄走了，这是他的单防能力，双手暴扣。很刚子，反而狙击比较不行。艾伦的单打，球留了很长的时间，最后被扇下来了。老吴转身，吕振如被吹了一个违反运动精神犯规。重点是前面 point 从哪里飞出来的？他不见了，诸位。陈国平再转移，是广东的视线吗？做到一个区域的防守。哦，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defense。这一次的一个换人啊，换人教练做到一个战术上的一个更换啊，也是成功的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。对，我其实也不太一样。那在防守端也会比较，在工程师上面是比较吃亏一点。工程师的双位啊，这个球又掉了，哇，连续三个失误了，真的。哇，过篮筐之后，林俊霞这球，哇，俊霞哦。非常积极的，这两场比赛临阵很多的拖车为他自己争取了分数。哇，又是一个失误！哇哇，不得了！哇，这好像传染病了。哦，两边一开赛就把整个速度都拉得非常快。哦，现在就是考验到整个防守的一个状态。对，好，前面刚好打一的机会 ，Ben， thank you very much。吴永胜跟大 B 的配合。小烈球给 AB。周伯成在防守 ，AB 这个球被 Point 给拦下来。哎呀，这一次的防守真的做了非常好的协防啊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啊，制造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换。小烈，哎，这个球被 Point 拨了一下，而且抄到。Point 要直接轰炸篮筐，迫降在新竹的禁区。对，这就是梦想家想要的哦，在透过这个三分球。对于梦想家来说很重要，同样是在底角出手的陈霸没进篮板球，哇，提诺，结果被周伯成赏了一个大锅。我觉得这个防守是蛮好的。钱可尼面对小胖，连续的 crossover， 再把球丢给陈正杰，底角阿吉拿绕球，哇，这边没有人要出手啊。每个人互相让来让去，结果最后，哎，这个板块攻再次出到界外。这喜欢，你跟猜，这一次的抛投没有。Many go， Pointer 联盟的火锅王，亲近麻辣锅，再来一锅啊！争议就比较多一点，像也有球员就反映他在场上对对手的垃圾话，他们觉得尺度有点过了啦。是。这一次的防守收到效果，钱可尼一马当先面对林书伟，要到哨音，这是一个两罚的机会，钱可尼非常的振奋，我觉得希望能够再拿30分以上。好，张杰伟来了，大逼哦，直接一个大扫把把他给扫下来，想得太容易了，三分线外阿杰的出手偏，有机会，他今天七投四中也拿下了10分。哦，结果又盖了钱可尼一个火锅，王绿翔，哇，这个表现精彩，二三区域的防守，好像又哎，这个球被扒锅，投出界，今天6.8秒，哇，第一次看到艾伦摊手是为自己摊的，不是抱怨别人，哦，这个球阿吉运的辛苦哦，看这个防守 hustle play。你连脖子都去 hustle play jumbo， 哇，雄心全部都站起来了，哇哦，不过就是要付出的代价。对，不过卡总也讲了，就是他希望球员稍微有侵略性一点，他不在乎你的犯规过多，我需要的就是像这样的防守。5秒钟没有将球传出的周贵宇形成了违例，哇哦，卡总在旁边呢，双手向天空画这个。对，那领航员呢，今年其实他们面对前面四强的3队哦，其实都没有讨到对战的优势。哎，这个球被石继尧给抄到，有两个追兵，石继尧上篮得分，超前比分了，
这是一个关键的超节，只有他能够来做选择，所以很多的上场时间换得这样子的数据。但是在效率值的部分，包括像是对打梁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觉得应该都要做出一些进步。球掉了，高国豪选择接到球直接上篮得分，那个反手上篮，再绕出来接球。李凯燕看了一下篮筐，球交给 Manigo， 最后六秒钟，脚步有些踉跄，但是球还粘在他的手上，最后一秒时间已经不够了。这是一个成功的防守，造成了 Q 往回交给小米，戴维斯，哇，这一次两人小组配合，球出了界外，哇，高国豪还跟小米稍微做一个挑衅呢。对，工程师主场七连战是他们第四场超节之后，哇 ，Kenny Manigo 的麻辣火锅。其实特外持续有在观察他，你在这个球队应该要更多的一个出手的机会，高调禁区，好球，德拉索夫，林振在顶他，林振盖了他一锅，林振是刚刚这个右卫今年第一次拿到20分了，也是他本季的最高单场得分，紫伟这个球给的不是太理想，再给 Washburn 空前到禁区，脖子赏他一锅。哎，右卫的球被拨出了界外，吴冠良单节已经投进了两记三分球。这个翻身，哇，德威手阿提诺还真的是有一套啊！哇，别忘了我们德威也是入选过年度防守第一队的成员啊！高国豪，这个球被姐夫盖火锅，哇，姐夫这一球守得非常好啊，最后的一波防守，姐夫发边球，阿吉绕出来接到，再给吉尔贝克，球被拨掉，哇，再要回来没有犯规，但进攻时间剩下3秒钟了，吴永胜被对方对到外线的出手完全偏掉，篮板球被高国豪拿到，有犯规。应对国王来讲是相当的重要，这边陈设计的快攻没有想过 Kenny Manigo 被曼尼高直接一个大火锅挡了下来，又再一次证明国产喷射机好像还是有差，换到另外一边一攻一守都有建树的是 Kenny Manigo， 这边球被点了一下发生了失误，林书伟有看到前面的曼尼高吗，直接挑战篮筐吃掉了 Michael Singletary Kenny Manigo，一攻一守啊，换人的时间点，感觉现在大家只想看布伦斯刷数据了。第一个 miss 啊，哇，这边又是一个精彩的火锅。大家说我不是只有来刷数据的。再看球交到大汉的手上，再给 Aris， 这切入 ，AB 来一个 A 式的排球快攻 ，AB。其实观众对他成水准了，但这一季他第二场出赛，希望他拿出好的状态。真的，好，69切到禁区，再自己抓进攻，外围又是 AB， 连两个火锅。哇，